武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摆一个漂亮姿势的动作，他怎么样透过自己一个内化，很认真的去面对自己挑战一件事情，而且他发现他练习的时候很快乐。我觉得它不只是运动，它也是一种训练孩子的脑力跟专注力。在这个很浮动的社会，其实这就是一个稳定孩子内心的很重要的力量。那我也希望他学武术的这份沉着跟冷静能够变成他体内的一种能量。